你这个死胖子！你这个你干嘛？哎，这边这边，沙发上。没想到他挺能喝的，他呀失恋之后逢喝必醉，算了，让他心里痛快痛快吧。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说什么呀？怎么了？人家有什么不好的？不就是胖一点，没什么钱，长得不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的。你喜欢姐送你？哎，说正经的。你一个人能把严子豪弄上去吗？没事儿，我把车开回去就行了。你就好好照顾他吧，啊。嗯，开车当心点啊。现在知道难受了吧？谁让你刚才成天喝那么多的？我就是比严子豪帅，我比他帅，头咋疼了呢？哎呀，咋疼成这了吗？吴先生，这个设计稿呢，我做的有点仓促，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您告诉我，我一定修改到你满意为止。我看非常好，姚小姐，你确实非常有才华，你没让我失望。谢谢。我这两套房子就全盘按照你的设计，装修的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过有点小问题。这两套房子，一套是给我太太的，一套是给我爱人的。我的太太非常贤惠，她也非常非常的爱我。我的爱人呢，非常的迷人，这是生活给我的礼物。那吴先生，那您为什么非要把他们俩安排在一个小区里呢？这样多容易被抓到啊。哎，不不不，这样生活才有意思，多了很多小刺激，说不定啊，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对不对？杨小姐，你这设计图我觉得还真是不错，但是价格有点贵了，能不能再便宜点？这价格上面都写着呢。不是，我觉得瓷砖呢有点贵了，反正都是白色镜面的，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个便宜点的？行，没问题。嗯，那好吧，就麻烦你了，帮我改一下。能减掉的费用尽量给我减掉，我看了没问题的话，咱们就可以签合同了，好不好？行。嗯，那这样房子就麻烦你们了，一定给我好好装着，还有一定要用环保材料，因为现在有用材料不环保都得了白血病的，太可怕了。啊，知道了。好，那麻烦你们了啊。知道了啊，再见。哎，喂，小云，杨小姐，你在哪儿？啊，我们就在楼下。啊，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谁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了？
你好，你好，你是姚小姐吗？对，我就是。哦，你可真棒！我昨天看了你的设计稿，真好看。谢谢。我们去哪儿签合同啊？啊，签合同啊？对啊。您不要上去看看，或者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好吧。哎呀，这没装修的房子可真难看哈。那对这个房间的设计，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我也不懂。这房子呀，就是我老公送我的礼物，你呢也是他选的，我信任他，当然也就信任你了。你们结婚啦？还没呢。哦，那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当然了，你想想啊，一个男人送你套房子，还能有什么理由？理由可多了。什么？姚小姐，我希望你把这个房子装修成特别有家的感觉，特别好看的那种味道，你知道吗？那个，这个是设计稿，你回去以后看看吧。哇，真好看，我就喜欢这样的。咱们签合同吧。啊，签合同。哎，合同，合同，合同。真的能装成这样吗？真的能。好了。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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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多大点事儿，你至于吗？我觉得心里特别扭。不是你有什么别扭的？小云的合同你已经签完了，怎么着？毁约？你得赔人钱。你说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能问问吗？问谁呀？问老吴，问老吴太太，啊，问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云是不是？人家家里面事儿，你能说清楚吗？这要是家里的事儿都像他们家那样，那要这社会还干什么？哎，你说老吴那人长得还挺斯文的，怎么办这样的事儿啊？我想想我就，看人就不能看表面。你又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更何况你对男人压根就没经验。要都是他那样男人，我宁可什么经验都不要。你说你跟瞎操什么心啊？事情是人家的，跟你没关系。你呢，就是一装房子的，想帮人家是吧？把房子给人装得好好的。人家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告诉你，弄不好人家这些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可我这心里挺别扭的。欠您的钱还干净了吗？没有啊。那你还妇人之仁，向资本家看齐吧。亲爱的，你也不发表个意见，姚小姐很认真的。姚小姐认真是应该的，她赚钱嘛。倒是你又得上班，又得来这盯着，我真有点过意不去。要不还是咱俩轮班来吧，好不好？没关系，我不能让你累着啊，你累着我会很难受的。打扰一下二位，就是楼上那个电路如果没问题的话，我让工人继续了，好吗？继续吧，继续吧，没问题。好，挺好的。亲爱的，你先回去吧，啊。我跟姚小姐还谈点厨房的细节问题，好不好？那你今晚回来吃饭吗？啊，不一定，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吧。啊，那好吧。嗯，走吧，我走了。姚小姐，再见。好，啊，再见啊，再见。来，等一会儿啊，他出了院，咱们上那边再看看啊。你累不累啊？啊？我说你这么左哄右骗的，你累不累？万一小云来了怎么办啊？不会，你不懂。这里边有他的乐趣，小云现在正上塔巴克，他们俩的时间啊都是由我来安排的，我能同时给两个女人幸福，同时我又能得到幸福，我何乐而不为啊？我知道有些人啊不赞同我这样的观点，不过你没给他们说什么，我很感谢你了。别别别，可千万别谢我，我就一装修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姚小姐。
小云，亲爱的，你怎么来了？不上课去？我自己的房子不能来啊。能来，你不嫌这脏了吧唧的吗？我今天就不嫌。你来也不提前说一声，现在我要开会去，怎么办？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姚小姐的。那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快走吧，讨厌。姚小姐，我们别上楼了，楼上的灰太大了。不上楼，那你来干嘛呀？这样吧，我请你喝个下午茶好不好？那个，等一会儿我还得去别人家呢。你看天这么热，小区外面就有个咖啡馆，我们去喝杯咖啡吧。走吧。啊，干杯！你能不能好好吃顿饭啊？唉声叹气的。再说了，小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你还真当真啊？我觉着小云真的不知道那姓吴的已经结婚了，要不然他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因为她怀孕了呗。你想呀，她一怀孕一高兴，总得找人说说呀，是不是啊？而且呢，她说不定还指着这孩子扶正呢，她不可能跟你说说，哎呀，我是二奶，这不有病吗？小云，她不像你说的那么有心机，跟你说什么呢？哎，我觉得如果她不知道的话，还真的告诉她。告诉她干什么呀？这关三妹姐什么事儿？工程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再说了，你现在不告诉小云，她每天过得很开心，你告诉她干什么？戳破她的美梦啊！她本来就是在云端上睡大觉呢。你干什么呀？老跟我较真儿。我，妙儿，你说的也对。我这工程都做完了，我管这闲事干嘛？对啊，最重要的是，小云她很开心，很快乐。我要是告诉她之后，那不就是活生生的把他的美梦给戳破了吗？没错，就是这意思。如果你不告诉他呢，你会害了他一辈子。哎呀，行了行了，所以我才特别特别的矛盾。啊！哎，你们俩行不行了？能不能好好吃顿饭啊？首先第一点，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干嘛总是爱多管闲事儿？第二个，我们的确是在讨论说告不告诉小云这件事儿，
你不管告诉他也好，你不告诉他也好，这没有一个对错的，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从我的角度来讲，不告诉肯定是错的。燕子豪同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演不好那个脚踩两只船的感情戏了。因为我们家子豪同学是个好同学。我也是好同学吧。反正我认为这个姓吴的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就是个大流氓。哎，不过我过两天得会会他。你见他干嘛呀？我得跟他交流交流啊，要不这戏演不好啊。你找抽吧你！找抽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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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再叫点什么？你那么不讲话。吴先生，按道理，这个事情我不该管，小云也不让我告诉你。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特别有罪恶感。我希望你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小云真的不知道你有家庭的话，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纯粹是关心，出于对小云的关心。不会吧，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说他会不会是有意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问你，他到底知不知道你是结了婚的？这还用说吗？我这么优秀的男人能没有家庭吗？那就是你根本没有告诉过他你有家庭。他说你会照顾他一辈子。是啊，我现在是在照顾他，而且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想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那你会跟他结婚吗？我觉得小云觉得你会娶她。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她是一个人，她不是一只猫一只狗，她需要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她跟我说这是她的梦想。女人啊，永远不满足现状。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结了婚有家庭的话，我认为他的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现在用什么冠冕堂皇的词汇来形容你自己，我认为你现在就是在玩弄感情，你在欺骗小云。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如果你……我知道工程就要结束了，你的事情我根本不想管了。我没有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小云或者你太太，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小云太可怜了。当我看到她描述你的时候满脸幸福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吴先生，如果你对小云真的有感情的话，我希望你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另外，我个人很不喜欢你，我不希望再跟你打交道。我认为你这个人道德败坏。你以为你是谁呀？反正工程快要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前后两清，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说你这算是干嘛？咱以后能不能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行不行？我知道，我就是多少想尽一点力。我真希望他有点良心。他能有良心？他能有良心就干不出这种事来了，我告诉你。行了，反正你该说也说了，该管也管了，结果就这么一结果。这事儿呢，从今天往后就告一段落，不要再想了，好不好？行了，我困了，我要睡会儿。哎，你该干嘛干嘛去，下午换你家。
呀，你看这天热的，哎呀，你睡，我呢在旁边给你扇扇风，吹吹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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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回去，要不就深更半夜的，一大早又走了，妈跟你说个话都没机会。我这不是忙吗？你看这公司越做越好，我就想多赚点钱，赶快把欠你和我爸的钱都还上。哎呀，你这公司折腾的还真有点意思了啊。行吧，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好事儿，看看，这谁呀？咱们那个楼，205房的那个。205？哦，那小胖姑娘啊。27岁，比你还小呢。好，我随个份子，您就代劳吧。你不去了？我哪有时间？我多忙啊，天天忙的我都。回家睡觉的时间我都没有。明明是高兴的事儿吧，你妈我看着喜帖子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儿。你说说，咱们那个楼上上下下20多岁的大姑娘都嫁干净了，就剩你一个了。你说这出来进去的人家不得问问我和你爸呀，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你说我闺女长这么大，不缺胳膊不少腿的，怎么就嫁不出去呀？妈，我这不是忙吗？哎呀，你得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上回给我领个那个什么开奔驰的，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后来就没动静了。你要是这样啊，以后一周你得抽出一天时间来去相亲。这一个月就4个周末，一年12个月，那就46天。48，啊对，48天。哎呀，你都把我弄糊涂了你。不行，一周啊得抽出2天。我就不信我给你找不着对象，我就。我不相亲，妈你就省省心吧啊。不行，你一天没着落，我死都闭不上眼睛。你不相亲行，你领回一个我看看。你可真是的，你我算白养活你了我。我是因为有喜欢的人，所以我才不去相亲的。真的，啊？那他喜欢你吗？喜欢。是吗？你看，我说你又不相信。那什么人？多大了？在哪儿工作？你领回让我看看。哎呀，你以为你妈傻呀？还有啊，别拿你们公司那人啊来蒙事儿，我心里明白着呢。什么呀？你去打电话，把那人给我叫回来，我看看。给谁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呀？你要是不打电话呀，我还就不走了。我，妈，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还得上班呢。你打电话。我给谁打啊？给那人打电话。妈，妈，打电话。妙妙，你就帮姐个忙，把她借给姐用用就行。哎呦，子豪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想呀，你去他们家见了就见了，反正谁都不认识谁，无所谓。可是他去你们家呢，
我们以后还是要见面的，是不是？再说了，我结婚的时候还想请你父母来呢，到时候怎么办呀？你就帮姐吧，你看我妈跟疯了一样，她都追到公司来了。她说了，她说每个星期让我见两个人，你说我现在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呢？哎呀，好妙妙，你就跟她说你男朋友出差去了嘛。啊，可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她呀。这，哎，帮帮我吧。哎呀，现在这种大公司临时出差很正常啊。行了行了行了，你先稳住老太太啊。行了啊，就这么着啊，拜拜。哎，还有十分钟就开演了。今天上演的是国产大片《赤壁》哦。小妖精不帮我，哎呀，我的妈呀！张丰毅是我的偶像。嗯。你也是我的偶像啊。嗯。我觉得林志玲也不错。哦，还是你更好，你更美更嗲。电话我打了，他今天接着个紧急任务要出差。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啊，是挺巧的哈。他丈母娘要见他，他就出差了。哎呀，什么丈母娘啊？妈，你看人家大公司派他出个差，很正常的事儿是吧？我也没办法。那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我亲自问问他。哎，你干嘛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刚接触，你这样的话会把人吓跑的。你真想我一辈子嫁不出去啊？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有那么严重了。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他姓是名谁，在哪工作，家有什么人，你们的关系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一五一十的跟我说说。你是我生出来的，我还不知道你，你就跟我撒谎吧你。就那开奔驰的，你不是知道吗？他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呀？他也不是出差，他就是害羞。你看我们交往时间不长吧，他还没那个心理准备到家里去见你们的。那行，那你今天晚上让他送你回家，我们远远的看看，总可以吧？啊，不管怎么说，你得把你男朋友带回来让我们看看。要不然我和你爸就知道没这个人，继续帮你找合适的。我们总不能看着你成了老姑娘嫁不出去吧？哎，我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过分吧？不过分吧？不过分。我知道了。那行，就今天晚上啊。丞相，请用茶。不是这样，再来。我出去回个电话。丞相，请用茶。哎，这就对了。小乔，我是一直都很欣赏你的茶艺呀。找我什么事儿这么急啊？还不想让妙妙知道？我有事儿想请你给我帮个忙。什么忙啊？你说。我想今天晚上你假装我男朋友送我回趟家。原来你们家也这样。没问题。哎，不过你为什么不想让妙妙知道？啊，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啊啊！好好好。喂。喂，老板。哎，大勇，什么事儿？啊，工地上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喂，小云的事闹破了。小云她怎么了？啊，
哎，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呦，你还问我，你赶快过来吧你。好好，我知道了。哎，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再说吧。什么事儿去？子豪，妙妙，你怎么出来了？麻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上次拍的戏要补下台词儿，你送我去吧。现在啊？嗯。走吧。你够不要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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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来冒出来的？哎，你别说我哪冒出来，我是明媒正娶的。你哪来的？我你找我来的？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信不信？小云她也是受害者，她根本不知道你老公是结过婚的人。不要脸，你也不知道东西，那你给我解释这户籍上怎么回事，这房子怎么回事，你轻浮我。你从今往后咱俩一刀两断，以后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啊。告诉我他结婚了，我每次问他，他都含糊其辞地说：“小云，我爱你，我爱你。”我这个骗子，这个大骗子！小云，是我骗了你，都是我不好。我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来到这个城市里，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他，四年啊。四年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的生活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说我可爱，说我漂亮，他说他要娶我，他还说要照顾我一辈子。这些都是你说的吧？是不是？小云，都是我不好。小云，这个骗子！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我本来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没想到你压根儿就没想过娶我，这个骗子！你刚才和我说要跟我一刀两断。好，你我不要了，这样的人生我也不要了。警察来了，警察应该把你抓起来，把你下大狱，把你枪毙了。要是有把枪，我把你碎尸万段！你这个大骗子！
现在怀了你的孩子，我不能和你一起死，我带着他去死，我想我是值得。有什么想不开的？哎，干什么呢？啊，我认识那个人，那是我朋友。跟我来吧。楼上那女孩是你朋友啊？啊，对对对，怎么回事？哎，年纪轻轻怎么会想起来自杀呀？快快快，跟我们上去看看，做他思想工作吧。我别我了，快走。这我行吗？慢慢，没事。好，上去。行了，走吧。我还行，还行。这是你的朋友，你要干什么？上来帮你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别紧张，别做傻事儿。你千万别动，我们不过来，我们不过来。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千万别紧张。小云，对不起，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都知道，可是我没跟你说过。我看到你那么快乐幸福的样子，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不管你会受到怎么样的打击，我都应该告诉你，可是我没说，我很自私，我认为那不过是一单生意，那根本不关我的事。对不起，小云，我不恨你，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对不起，我不说的话，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他根本没有办法预知的。你看，我现在接手的那个公司，其实那是我二姐甩给我的一个烂摊子。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的亲姐会骗我，她带走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有我从朋友那儿借来的钱。为了那个公司，我苦苦地支撑着，到现在那个公司还亏着钱，可是我不能放弃。你说你被男人抛弃，我也被男人抛弃过。你跟他在一起四年，我和我的男友在一起七年。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了，我穿着婚纱等着他。他一个电话打过来，他说为了他的梦想，他不能和我结婚。我当时我就想去死，我想让伤害我的人他内疚一辈子。可是我一想，我死我有什么用啊？那个人他会内疚多久啊？既然他做了伤害你的事情，那就证明在他的心里你根本不重要了。人活一辈子都会死的，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想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些事还值得你留恋，是不是有一些人比这个人更值得让你面对着不管多么累多么痛的挑战，你都得好好活着。小云，你看你还那么年轻，你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碰到这些事情，如果你活不下去的话，那我呢，我是不是更没有理由活下去？如果你想跳下去的话，我就跟着你一块儿跳下去。
那正是你找寻的借口。